绸袋豆腐，哎，豆腐里床馅的，这是。嗯，它这里的食材非常丰富，是男同志比较喜欢的。嗯，人好花不多，爱吃爱喝。嗨，大家好，今天我发现楼群中藏着一家小馆，他们家挺有特色的，但是我不知道味道怎么样，咱去尝一尝，看看好不好吃啊？出发。应该就是这儿。是这儿吗？我也不知道啊，都关着门了呢。这儿应该是这儿，你看写正常营业吗？是吗？是这儿啊。敲门问。喂，你好。哎，是唐菜馆吗？啊，是啊是啊。从哪儿进？从哪进？等一下，我就从那门进。哦。啊，您干嘛？拍视频连吃饭。拍视频连吃饭。哦。行。这吧，两个人，对吧？行，走、啊。菜单给我。两位啊。啊，两位。对。要一个那个扁花，口袋豆腐，再来一个炒饼。好。行，就要这仨。姐，你能给开个空调吗？好的。哎。哎呀。好，谢谢。我说小碗还。挺沉的，这什么？这是边花，三边一花。那哪三边？牛边、羊边，还有那个驴边。哦，驴，一花了。那个肾哈，羊肾哈。不是，有点像灌面用的小罐儿似的。看，这是小边边。嗯。羊的这是，这大个的肯定是牛的。嗯。牛比羊个头大，对，这是肾肾。哦，还是另外一个，对，口袋豆腐，口袋豆腐，嗯，口袋豆腐，哎，豆腐里床馅的，这是。嗯，妈，哎，原来是这个。看菜，吃菜也得喝汤。那帮我放一，不早了。嗯，这道菜是辣口的。看出来，嗯，是不是有胡椒？胡椒，是吧？嗯，可不是孜然，上次又说孜然没说错。嗯，他这里的食材非常丰富，是男同志比较喜欢的。嗯，都劲道了啊，感觉都是胶原蛋白呀、啊。他这道菜那个食材下里一定是有顺序，这个肾还特别嫩的。口感好，口感特别好。炒饼一份儿。老板，这个炒饼是16吗？对。三边一花，89。这个口袋豆腐46，还搁上点枸杞。这个其实啊，应该来一点小酒。这什么？什么？牛的。我给你留点啊。嗯，我也尝尝。你也尝尝。他这地儿不好找，是溜我半天。就这么大，四张小桌。中午人比较少，我就选择中午来。对，我们喜欢人少的地方。嗯，尝这烤串豆腐啊，这是豆腐里床馅儿。嗯，我刚才问老板，这是什么自己做的？也肯定是自己做的。哦、我以为是那现成的呢。买的哈，你对，一碗瞎玩儿、啊。对对对。你看这肉馅儿，水嫩水嫩的，而且有嚼劲儿。嗯，人生大会，你就找这些犄角旮旯的小馆儿。嗯，哎，我就喜欢找。本地人才能找到的小馆，这就对了。好吃，好吃。我尝尝那口袋豆腐的汤，那感觉有点像那种卖那个砂锅鱼丸虾丸那种味道，软的，还是贼好喝，辣不舒服，干净利索。哎，没油。嗯嗯，我搁半天了。口不是很重，清淡。嗯，看你吃的我都饿了。淡淡的蒜香。今天咱又找到了这么接地气的小馆。嗯，就视频到这啊，再见。